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我要挑战一个在西方最恐怖的竞技游戏之一，这个同时也是我最害怕的都市传说之一。它的名字就叫做午夜游戏 Midnight Game。传说中，它是一个古老的仪式，是用来惩罚异教徒的。曾经国外有不少人挑战它，结果发疯，造成心理严重的精神创伤。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的简单，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召唤出午夜人跟他玩捉迷藏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来做一些召唤午夜人的前置作业。第一个，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全名，我用红色的笔写，因为听说红色的会比较灵验。并且在纸上滴下一滴自己的鲜血，这个步骤我觉得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什么都市传说会用到自己的鲜血。OK， 再给你们看，戳一个小洞，然后我刚刚沾上来了，有一点鲜血这样子。在做好这张纸之后，配一个蜡烛，就是这样子压着，放到木门外面，接着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。关掉所有的电灯，对着木门敲22下，打开门，把门外的蜡烛吹熄。此时此刻，午夜人就已经进来了你家里了。午夜人进来你家之后呢，你要赶快点燃蜡烛，直到3:33之前，蜡烛都不要离开手上。你在躲避午夜人的过程中呢，有几点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你听到了耳边有一个喃喃自语的声音，或者是你的蜡烛突然熄灭了，这两点都表示午夜人已经靠近你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重新再把蜡烛点燃，换地方躲藏。如果真的来不及点燃的话，你就赶快拿盐巴在身体的周围撒一圈，防止它靠近你。所以我等一下会随时把这个跟这个带在身上，直到凌晨3:33。然后呢，我要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在这里设了一台摄影机，它是往那边照的。然后我在这里呢，也设了一台摄影机，它是往房门口照的。那我在摄影机的这边呢，各放了3根蜡烛，这边也是换一根。2根、3根，那为什么要放蜡烛呢？因为我怕摄影机会照不到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然后可以顺便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现象，因为3个多小时，或者中途蜡烛有可能会自己熄灭或干嘛的，所以我为了把这个疑虑去掉，我会把窗户全部都关起来。那这个窗户也是，会把它都关起来，避免自然因素。那我们等一下12点的时候见。准备我的蜡烛、盐巴还有打火机。对，好，59、58、59 ，go！窗，灯关掉。外面我都布置好了，可窗户也关起来了。敲22下，来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。好，我开门，把蜡烛吹熄。我现在好毛，把手起来，我要把门关起来，赶快点燃蜡烛。现在就进去我房间等好了。现在游戏刚开始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不知道，我们就等吧，等看看会有什么。目前是都还没有听到什么喃喃自语，那也都还没有蜡烛熄灭的状况，那我们再等等看吧。我现在来行动好了，刚刚一直都没有低语，我就来走走看，坐在这边好了。我的手一直被蜡油烫到，非常的烫，很热。可是不是真的那种很热，是那种很紧张的热。我现在胃有点绞痛，绞痛的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太紧张。我很少这么紧张，我现在这里很痛。你们看我裤子上都滴到蜡油，我现在这里，哦，好痛，又被蜡油滴到，我手上也都是蜡油，你看，好烫哦，这里超级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我刚移动回房间，我肚子很痛，我想躺在后面，这样比较舒服，然后又不会比较不会有安全感的问题啊。什么声音？
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路上。照理来说，应该是不可能会有那种现象。家里全部门窗我全部都关起来了，但是我等一下看录影机看会不会录到什么，那现在还不能确定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等。我是怕那个蜡烛掉会让我家着火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后面又是那个纸，真的是惊险一瞬间呢。如果我没听到，那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刚发现一个东西，我的蜡烛。烧得特别快，其他的大蜡烛都很正常啊。那这个烧得很正常，因为它是小蜡烛。那为什么我的自己这一根烧得比别人的还快？差很多哎。I don't know。不好意思，时间3:34，我迟到了一分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现在跑去看解说游戏。哦，真的很不舒服，不是我在讲。哦，想舒服多了。我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。我这3个小时以来，荧幕全部都是。我滴的奶油，我房间这里更惨，一来滴的奶油，我的手全部都被蜡滴的好痛，超级痛，这里也烧的有点焦黑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后续感恩见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很累，应该是还好吧。强颜欢笑，那有什么后续感言的时间啦？这次玩这个都市传说，我得到一个感想，我觉得。捉迷藏系列的都市传说都是特别特别煎熬的那一种。这一个午夜游戏，你要说它是最煎熬的，我觉得不是。但是如果身心灵方面都算的话，那它是最煎熬的。心灵方面就是紧张嘛，身体方面我刚刚讲了嘛，被蜡油滴得很痛啊，还要拿那种针这样戳自己，这牙签啊，然后玩一玩还会脚痛这样子，然后清不完的蜡油。我刚刚看一下那台相机，那我发现呢，一个蜡烛它是自己这样倒下来的，因为我觉得是倒的有点不合理，对，蛮怪的。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，你一个东西它的接触桌面的面积比较大，它就比较稳嘛。可是你蜡烛接触面积那么小，而且它那么高，如果一个地震，蜡烛比较不稳是正常的。以灵体的方面解释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懂这一块的人，我蛮好奇为什么很多都市传说发生事情的东西都是蜡烛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？这样子蛮好奇的。那这个总结下来就是，中间的时候气氛很紧张，有点喘不过气。我中途也是有点想放弃，可是想说都做到这了，也想给你们看说到底继续玩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也是没有听到什么喃喃的声音，就蜡烛而已。还有会脚痛，应该是太紧张了。我很开心，很多人说看我的影片是心情很好啊，很开心这样子。甚至有人说我拍的健身影片更激励了他们想让自己运动的欲望。你们不知道这短短的几句话让我开心了多久？对，真的，我做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帮助到你们，不管是给你们开心或者是好看，甚至可以帮助到你们一些实质上面的东西。这个对我来说最大最大最大的行为，也是我最大的成就感。同时我也很感谢你们很多人这么用心的对我留一堆眼啊，这样子很感谢啊，真的。OK， 那最后就是，如果喜欢我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和喜欢，谢谢大家。我继续亲我的蜡油了，我是王狗，拜。我房间更多，还是电？